好，各位好，我是吉哥。现在是11点了，很少这个时间在做影片，特别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好，为什么说特别呢？今天晚上你看到影片呢，我们在一个就在我的店面里面。那我把我店面里面的光呢全部都关闭了，只用了一盏 Aputure 的 120D 来打灯，然后这盏灯呢就在我的前方。对，它就在我的前方。当然不是跟它直接就是眼睛看的灯光这样子的，但是也差不多了，因为它就在摄影机的旁边而已。那我必须要说哈，这个演员真的很厉害哦。很多演员在拍摄这个影片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长时间的这样，就是不管是直视或者是在旁边一点点而已，他要长时间盯着这个光源的话，那对于眼睛来讲，我觉得是一种蛮大的伤害。那还有我们 120D 并没有直视哈，我们还是有用纸，对，我用一个 A4 的纸，白色的纸，然后把它粘在我的包容卡口上面，然后让它投出来的光比较柔和，然后没有那么的硬，然后也没有那么的强烈，所以我现在还可以看着我 A73 的镜头，然后呢，同时呢，眼睛呢也这样直视灯光，然后还不会有这种很刺眼的那种感觉。那 120D 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画质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对，所以我也有讲了，以后的影片呢能打灯我就要打灯，因为会让你整体的感觉看起来会很好，然后呢你的影片呢的这个质量会有一个飞跃式的一个跃进。其实也不是说我换了多好的镜头，而是因为有了这盏灯。你看一盏灯，就只有一盏灯，你就可以把整个影片的质感呢往上一个层次。那如果当然有两盏灯、三盏灯了，那更棒，对不对？基本上要打灯应该是要一个三点式的一个打灯，一个主灯、一个副灯，还有一个轮廓灯。对，那其实应该还有一个背景灯才对的。基本上你要四个灯了可是如果你一开始没有那么多预算的话，那当然一个灯也 OK 就像你现在看到这样子的话，其实质感还是蛮不错的整体的影片的这个质量。对，那 120D 它本身是一个保龙卡口的一个持续灯，你可以用它来装很多配件像大型的这个罗光罩或者是像其他的一些保龙卡口的相关一些灯罩之类的东西包含有其他颜色的一些灯罩其实都还蛮好用的我有机会我会去买一些来用当然我对于灯的部分呢其实研究并没有很深我可能对于器材部分的话会玩得比较拖车一点，但是当然器材玩到一定的一个阶段之后呢，你相对就要提升其他的技能像吉哥一开始对器材不是那么的 OK， 那现在对器材有一定程度的熟悉，然后对影片后制或是一些修图一些简单的一些特效那当然剪辑的概念这些都有了。接下来之后，我们就要想办法把我们质量提升，影片的质量，不管是在画质或者在声音，那声音相对来讲的话，应该会比之前好很多了，因为我现在都很乖呵呵，都非常乖，用这个林家斯麦克风，保证我能收到很干净的声音。对，好，那当然我之前都有讲过。一个影片的好坏除了画质上的呈现以外，还有灯的部分，就是光，那当然声音也很重要，缺一不可。那我们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努力。那影响我最深的，还是像我之前讲，就是 Tim， Tim 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不管是我在拍摄的一些风格或是一些学习，都是向 Tim 来学习的。那当然看过很多了像这个 Kai， Kai， 如果你有在看 YouTube 啊 Kai 的话。他对我的影响也蛮多的，然后 Testaway 之前也会常看，然后后面的话就看这个特里还好，特里并没有什么在看，因为我觉得他风格不是我太喜欢的。那你像这个心灵孤军的话，心灵孤军本身他用讲的方式会比较多，而且他的影片拍起来其实就没有像 Tim 那么的有质感但是就是他的专业知识很强但是用专业知识来虏获人心。当然还有小云她视频里面很多这个小姐姐但吉哥就没有小姐姐了，因为我有个老婆了嘛，就不能去拍小姐姐。好，那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小姐姐你只要在影片的封面放上小姐姐的照片，或是在视频里面出现小姐姐，我相信你一定会圈粉很多的就是会有很多粉丝来按赞来关注你等等之类的。当然我希望我们是实力拍的好不好，就是
如果你觉得极客频道对你在影像创作或是拍摄或是在一些知识上有所帮助的话，那请你不要吝啬，帮我按个赞，帮我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或是哔哩哔哩的朋友呢，帮我关注、投币、充电，对不对？这样也是支持我们的一种哈。那从事多自媒体，其实真正要讲，大概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而已哈。投入很多设备，像这个 Rolling 的 DCI 的 Rolling S 啊，这个以这个中型稳定器来讲的话，它虽然是承载能力相当强的，那当然就是很重，但是它有很多接口啊，它可以让你的相机透过 Rolling S 自己本身的这个接口呢，来达到充电或者是控制相机哦。它是一台很强大的一台稳定器。那再来的话，空拍机啊，空拍机也是需要的。如果你在接案子的话，空拍机它虽然不是一个很主要的镜头，但是它是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效果。你的整个影片里面有空拍机来讲的话，你的影片会更加有感觉，所以空拍机也是必要的。那像一些像 GoPro 啊，或者是像Osmo Pocket 啊， Osmo Action 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很优秀的机器。那当然最近在崛起的像这个360相机，我本身用过 Instax 360 Nano， 反正画质很不好。那后来也用过 GoPro Fusion， 画质超赞的，可是它在输出导出影片的这个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实在是太慢了。如果 GoPro 能够简化它的360度焦影片的这个转换的这个时间的话，我觉得我会更乐意去使用这些全景相机的。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没有办法。好，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全景的影片画质够好，就是 GoPro Fusion 或是 GoPro Max， 就是这两台而已。我觉得这是我觉得画质最好的全景相机。对，好了，那今天晚上就是试一下，在全暗的环境之下用 Aputure 120D 来拍影片。那机身是 Sony 的 A73。镜头还是4mm的56mm f1.4 这一颗镜头，我们光圈开到 1.4， 然后 ISO 用到640，然后这个快门1/80秒，那我们影片拍摄的是 HLG。 好，那这个就是今天大家跟大家聊一下，顺便看一下 Aputure 120D 在光线全暗的环境下拍出来的影片效果是如何。好了，那我是吉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这边，记得哟，要订阅我的频道哦，哔哩哔哩的朋友要关注我，要帮我充电哦。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